早上7点多离开了马拉喀斯老城区，我们即将来到第一个停车关键点，是植被稀少的山区。蜿蜒曲折的盘山路让我想起中国的西藏，但是这里远不如怒江十八拐来的震撼，所以拍了一张照片和视频，立马上车了。11点半驱车100公里左右，我们到达了阿伊特本哈杜，一个摩洛哥南部的泥土村落。大家可不要小瞧了这个村落，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经有20部影视剧在这里取景，包括大家熟知的《权力的游戏》《角斗士》《阿拉伯的劳伦斯》《亚历山大大帝》等。阿拉伯的劳伦斯也是在这儿拍的。用柠檬水可以写出无字天书，大家都一定听过吧？那无字天画呢？下面这个小哥哥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无字天画的制作过程。And one technique that you can find only here, actually in this castle, is not anywhere else. Magic.It's made caramel because of the sugar. Creme brulee. This is normal sugar? Yes, normal sugar. Yellow saffron, the black tea after indigo. We color fix. It is forever. Forever, yes. It's all the same technique. The color green, is natural. Saffron mixed indigo.It's real. So this is a traditional from Marrakesh, Morocco, from Sahara. Sahara. So what's this called? It's called.Scarf. Yeah, I know. Turban. You said the color is called indigo. Indigo. And this is the traditional Morocco desert costume. And we have that. I do it Berber. This is. We are. Okay. This is video.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此次行程吸引我的点，除了撒哈拉沙漠，还有阿特拉斯山脉的玫瑰谷。摩洛哥西部广袤的沙漠土丘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植被，居然盛产玫瑰，听到时我都很意外。据说这里的玫瑰是法国人1938年带回摩洛哥开始种植，也有说相传在14世纪时，去沙特阿拉伯麦加朝圣的柏柏尔人被大马士革的玫瑰香味所吸引，所以把种子带回摩洛哥，沿途开始散播，成就了现在的山谷中的风景线——玫瑰谷。但遗憾的是，这次我们路过时，玫瑰花的数量并不多，街头可见各种玫瑰的衍生品，玫瑰精油、玫瑰香膏。望下一次你来的时候，玫瑰开满山谷。在去往马祖嘎的路上，看到最多的是大地色的土房子和各式各样绿色的门。摩洛哥人是真的太喜欢绿色了。下午4点左右，终于到达了马祖嘎，也是本次行程的重中之重。穿越了半个地球，撒哈拉，我终于看到你了。如果说一路上路过的粗犷的沙石土丘是汉子，
那么撒哈拉更像是一个肤质细腻的少女。她刚出现的时候，这里来自不同国家的小伙伴都发出惊讶的声音，看得出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并且对此期待已久。撒哈拉的沙子和以往看过的沙子都不一样，它很细腻，小颗粒的沙子颜色是鲜艳的橘色。人生中的第一次骑骆驼，骑之前还刚好看到 TikTok 的一个视频，骆驼匍匐在地上，人一上去骆驼起身，把人摔的是人仰马翻。好巧不巧，我们要骑的骆驼也是一样的姿势匍匐在地，当真是让人忐忑不安又满满的期待。在当地领队的宽慰下，终于骑上了骆驼，还好没摔，稳稳的，因为这个骆驼的个子没那么高。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橘色沙漠，微风轻轻地拂过脸颊，伴随着清脆响亮的铜铃声，骆驼的倒影充满艺术感地印在沙子上。也许是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我竟希望队伍可以慢一点到目的地，这样我就可以多享受一会儿撒哈拉无尽的美景。我现在终于可以享受，哦不，呀 ，What I say is you cannot hear, right? No, yeah, I think you can with the microphone. Oh, good. So, 我现在终于理解以前的人。在古代的时候走丝绸之路的艰辛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中午的12点或者是2点，烈日炎炎，而我们现在只有是下午的5点，还蛮舒服的，但是走久了肯定会屁股很不舒服，以前肯定是很困难。You only live once. If you do it right, once is enough. 骑了一个小时的骆驼，9个人，9只骆驼，外加一个牵引领队，终于到达了星空营地。这是我们今晚要住的地方，据说天气好的时候还能看见银河。变成一段段能够唤起你的情感，属于你自己的珍贵。